说不说？这就完了？姓朱的还没说什么时候把码头还给我们呢。 喂，说，是朱媳妇让你们来的吗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嘴硬是吧？李迅，你有没有看到孙子啊？没有，看到告诉你，说不说？ 复兴公学，你没事吧，哥？没事。你确定那女的不是姓朱的雇来的？我看就是个爱凑热闹的学生，现在她这样的多了。先生，先生，他踢的也太不准了。 怎么了？码头让巡捕给封了。先生，金爷刚刚出过面，我们就在赵涵的地盘动手，会不会有点过火呀？我不过火。 这事儿才知道。这表都破成那样了，还怎么宝贝呢？ 这不是你送我的表吗？兄弟，我这叫重情重义。<笑>行，等这坎儿过了，哥送你块新的。说好了。哎，你想好了吗？师傅跟我们说过，不让我们惹事儿。惹事的是他们，我们这叫平事儿。都是帮里的兄弟，一会下手，别手软啊。放心吧。 啊！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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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老陆，这些是什么人？你惹不起他，别管了。快走，快走！走啊！走！罗老板，把这一片围死，一个人也不能让他跑。是。又是你！哎，别去，你惹不起。放手！不能去！你放手！走，快走！快走！再不走来不及了！快啊！